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谁呀？大哥，我是谁呀？你再看我是谁？啊，老太太，啊，我是谁？不认识姑娘了吧？不是姑娘，啊，就是姑娘。盘点偷偷回家的感人瞬间。嗯，你好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的孙子谢宇博，对，他今年暑假可能就是有点事，他不能回老家。你给他是堂弟是不是？我跟他是好朋友，然后是这样的，就是现在他想让我就是。让你录点视频，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对谢宇博说的话。哦，好，有吗？好，哦，谢博啊，你们个怎么好媳妇结婚了没有回来呢？哪来些哪里往你卖的吧？你在家里做什么？你不告诉哪哪？你打电话给哪哪好不好？这个是不是你的堂兄啊？啊？你想睡吗？我看着行吗？哎，奶奶，奶奶，我也想。爸爸，你就接着我。笑得美好。你喝酒了啊你？我不一样。咦，那路？我说一遍，我可能遇到山道上有人虔诚攀登，可能周庄小巷里忽然忘掉年龄，多年以后才能看清曾经。哎呀，你三个吧，你三个吧。某天在你身上，什么话搁哪回事呢？咋回事啊？咋的不认识了？合理的吗？你离俺们远点，你别扯了吧。我就说你一回来，你这家伙的，完事儿直接喝点酒，又就该那个啥了，性情了，又哭了，这家伙，哎呀妈！哎呦我的天哪！